今次嚟到沙田站，一出嚟咧就系新城市广场，咁我哋咧就去到一楼，落到嚟一楼咧，右手边咧就会见到呢一间食肆，咁呢一间食肆咧主打咧就系 all day beverage， 即系全日早餐。咁大家都可以见到个 menu 啦，咁有一共29款嘅全日早餐。咁呢啲套餐咧就系包括一杯饮品嘅。咁如果揀唔啱嘅話咧，就可以補翻差價，揀後邊嗰啲嘢飲嘅。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個環境啦。如果要點餐咧，就要去櫃台點嘅，所以係免收加一。呢一張就係收據同埋兩杯嘢飲。咁呢一個咧就係煙三文魚包尼迪蛋。这一个就是牛油果番茄班尼迪蛋，相比之下这个班尼迪蛋的蛋浆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再看一次啦，下面的包就是英式松饼的包来的，切下去都比较硬身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咁我哋点翻啲蛋浆咧，令到个包咧就淋身啲。咁呢一个咧就系我食后感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拜拜。